前面那边。什么话？这是游览车要下课的地方，你可以走外面啊。计程车、空车不能走那边啊，他那边有罚。走外面。计程车、空车就不能走外面吗？他法条有规定啊。莫名其妙，那也不要发，你也是服务业，他也是服务业，有什么好发的？那也要让他知道啊。要发就很屌是吗？不要靠人啊！站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空车不能走那边。对啊，你没看到我在下课了是不是？你在发什么？来来，你为什么要下来？你在拍啥小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我在下课了吗？这边可以下客人吗？我地方停是不是？啊，你傻小了你，发啥小？真的白目了你。是。你敢拍啊？啊，你敢拍啥小？不能打了。你敢比武拍啊？我没有说过，我没有说过。跟你讲。对了。真的白目。什么职业驾驶，一点道德都没有，按什么喇叭？这个路本来就要走外面。我们这边有规定，是因为你们习惯了。因为警察叫不能走这边，他在吓客人呐、啊，他叫就马上离开嘛。但是我要想的是，我们计程车不能走那边啊。